今天是阿球球的生日，所以说我送他这个毛球给他玩。你看，一直看，你看，对对对，好，看他会不会玩。然后说明一下，他现在3岁了，他生日是4月7号。好，先这样大概说明一下。看来他不怎么喜欢，可能是因为我在拍的时候他不想玩吧。好，没关系。那么我们来看看他可爱的模样，他是不是看起来很大，就很胖呢？我最爱他的皮皮，肉好多，我好喜欢拿他皮皮。他好可爱。现在看摩托，还是好可爱。好，就以摩托的脸来做结尾。再换阿姆熊。好，下次见了，拜。